我手指是硬的。他另外一个医生手指本来就很硬，然后他在戏里面就都很硬。温升豪新剧秀金手指，安心亚娇羞遭呛丢高哦。现在是无约状态。对。温升豪日前被曝闹翻老东家伊琳，却跳槽凯沃，逼得伊琳发声明否认。经他出席整形过后，开进记者会也当面澄清，三年前成立公司拍新戏时，凯沃是他公司的股东之一，伊琳也完全知情。有啊，有，当然有跟伊琳讲，伊琳的副总。那之前怎么会传出那个跳槽？我在问你，在问我。身为整形过后演员兼监制的温升豪，三年前开始筹拍却临时喊卡，损失1500万。这回开拍更是自掏腰包出八位数，是多少？9000出头，那么高？我片酬有点差，超低。这次温升豪在剧中饰演整形外科医生，还特训萨克斯风，练得一双灵活的金手指。长这样子，然后又是一个天才手术医生，哈哈哈哈哈。女生可能就会先喜欢。我手指是硬的。不是啊，是萨克斯风啊。哦。就是要另外一个医生手指本来就很灵活。嗯。然后他在戏里面就都很灵活。他又很灵活，舌灿莲花啦，然后手指又高明，舌头又灵活，舌头又灵活啦。